Hello，来打饭，给你们看看饭吧。就是因为好多人不是没有约到嘛，但是我刚问了哥哥，他说不行，因为后面都排了人的。来，拿一个这是什么大排，不是很想吃，说实话。找一个小点。小点的有没有？算了，就这个吧。不想吃。也不太想吃。我把大排放回去吧，我都不想吃。那不吃了。不是给出了不太好的评价，就是不是特别想吃。吃很饿呢，但是。就不愿意吃大排，因为食堂的大排，怎么形容呢？就是不太想吃饭，有点腥腥的。Hello，拿外卖去了还是买东西去了？拿外卖去了。好冷，还封着呢，叔叔。大门不给进，不给出。也不给进啊，好冷，冻死了，好冷，想上去了，拜拜，我上去了先。